我们看一下这题目，是解下列各方程式。好，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，要解 log 以3为底的 2x 加1减掉 log 以3为底的 x 减2等于1。好，那么在这里我们把它移向过去，我们得到这是 log 以3为底的 2x 加 1， 这等于这是 log 以3为底的 x 减 1， 然后加 1。加一，我们把它写成是加上 log 以3为底的3。那么这时候这是同底数，外面相加可以化为里面相乘，所以呢，这里我们把它写成是 log 以3为底的 2x 加一，这等于就是 log 以3为底的 x 减一去乘以3。好，那么我们把它乘开来，这是 3x 减3。这时候这是同底数，所以呢，这相等，我们真数要相等，因此呢，这 2x 加1要等于 3x 减3。好，那么我们把 2x 移项过去，这3移项过来，我们得到这 3x 减 2x 这是 x， 然后等于这1加3这是 4， 所以呢，我们第一小题的答案是 x 等于4这个答案。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，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。第二小题，要解这个方程式，那么首先，这是 log 以根号3为底的 x， 那么这等于这是 log 以根号3为底，那根号3是3的二分之一次方，好，那么这是 x， 这时候二分之一拿出去是当分母，所以直接取导数，我们这里可以写成是2去乘以，这是 log 以3为底的 x。那么我们原来这式子，这是 log 以3为底的 x 括号的二次方，然后这等于这是2去乘以 log 以3为底的 x， 好，那么再加3。这时候我们把整个式子移向过去，那么把它写成是，这是 log 以3为底的 x 括号的二次方减掉2去乘以 log 以3为底的 x， 然后减3。这等于零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做这样分解，这一是一乘以一，三是一乘以三。好，那么因为这里要负二，所以我们把负号给三，这样子可以得到负三加一，这是等于负二。因此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这 log 以三为底的 x 加一，去乘以这是 log 以三为底的 x 减三，这等于零。所以呢，我们得到这 log 以3为底的 x， 这是等于负一，或者是这 log 以3为底的 x 是等于3。那么当 log 以3为底的 x 是等于负一的时候，这 x 是等于3的负一次方，那么也就是三分之一。或者是当 log 以3为底的 x 是3的时候，那么 x 是等于3的3次方，那么这等于27。因此呢，我们第二小题的答案为 x 等于三分之一或 x 等于27。这个答案